大家好，眼前这个把野花当萝卜拔的姑娘，就是你们看的吃大的小吃货西西。当他拿着战利品走过来的时候，我隐隐感觉有些不妙。是的，这孩子竟然连草都想吃。妈妈，这个很脆很脆。所以呢？你先闻闻这个味道，你觉得好闻吗？我以为他肯定会被劝。好闻，好闻的好闻。素材有了，爸爸又给整了个婚呢。爸爸，我在干什么？什么啊？你刚才怎么了？我夹爸爸的手肘。可是你为什么夹我爸爸的手？哇，酱大骨，你这么大，我们一人一口的。爸爸，我给你吃。哇，谢谢你。好吃吗？好吃。我也觉得好吃。西兰花、番茄、鸡蛋、核桃芝麻丸。妈妈，你能做上米饭吗？米饭的话，爸爸去做饭团了。带上兜兜，直接悠悠开卷。嗯，太香了。又就没有不香的。我是不胖。你是胖？当然是个胖。母女俩天天以吐槽爸爸为乐。哎呀，怎么这样烫锅？哎呦我的妈！爸爸，这个好了吗？今天帮你拿下。有了饭团，眼里就没其他东西了。饭团火速进度，蔬菜收了。用餐结束。谢谢妈妈。